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乐比，创作不难，只要开始。2021年我开始画手机桌布，谢谢笔友们的支持与青睐，跟大家分享这段疗愈的缩时影片。谢谢你收看这支影片，邀请你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并且把影片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看到哦。拜拜，下次见。